你这呢？在那呢，等一下。我的火烧。我给阿妹剥个橘子吃啊。哎呦，没丢进去。哎呀。没放冰箱的吧？嗯。闻一下臭了没有？没有吧？嗯。这是腊肉的味道，这是腊正宗腊肉的味道。嗯。你喜欢阿妹吗？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天小明的心，天地良心可见啊，是不是阿妹？日月可见，日月可见。广州都要开空调了，是不是阿妹？我们这边还有点冷，最近。出太阳的时候就很热，下雨的时候就跟冬天。欢迎大家啊！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刚刚进来的把晚上好扣到公屏上面好不好？让小明看到你们。来，阿妹。没事，你吃吧，我手不方便。吃呀，你吃，你吃。吃呀，酸辣女哦。吃呀。你说什么？开玩笑嘛，开玩笑嘛，来吃呀，是不是不准我吃了？我不吃，我来个火腿。嗯嗯。晚上好，燕子姐姐晚上好，赖姐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，直播间所有的帅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嗯。烧肉，烧肉。我今天给阿妹带了一个惊喜上了直播间，帅们，你们想不想知道我给阿妹带什么呢？那天直播不是你们说我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带足够的东西上来吗？今天我带了惊喜上来，你们猜我今天带什么上来？我今天带什么礼物给阿妹了？你们猜一下。直播间帅们，你们猜一下。小妹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叶丽群阿姨。做了啥？嗯，阿妹做的腊肉，腊肉，腊肉。我好久都没有吃过他们这边的腊肉了，好久没吃到阿妹做的饭了。今天真的要尝一下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们猜一下，今天小明要给阿妹送什么礼物？直播间帅妹，你们说猜一下。刚刚有一个人在直播间说了，我觉得对不对？你们猜一下，直播间帅妹。鲜花或者戒指，哦呦，真的，他们这边真的风景特别好。你看，刚刚下过雨之后，这个大自然的这些树呀，什么这感觉就是被洗过一样的，特别舒服，真的。很清新，哎呀，很清新的感觉啊，让人感觉到特别舒服。当然，今天这个腊肉也是，哎呀，闻着都很香，闻着都很香。他们平时煮腊肉要不要烧一下呀？直播间说阿妹，你们那边煮腊肉的话要不要烧一下呀？阿妹，你们这个腊肉为什么要先烧一下呀？烧一下它才香呀，而且有些猪的话，那个猪毛还在那个毛里面。哦，要把它烧掉是不是？确实，烧过的更香。确实，这个腊肉的话，我老是感觉在你们这边吃的话，反而要更好吃的。我们那边的话没有那么好吃，可能是少了这道烧的这个原因。所以说，直播间帅们，你们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可以来烧一下。有没有直播间帅们想要腊肉的？想要腊肉的，让阿妹亲自烧了，烧了之后给你们打包过去，给你们发过去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挂个小黄车看一看，有没有？要不然一会儿给封了。直播间帅们，有没有人想要的？你说你累了，应该要高歌一曲了吗？想要的扣个一，想要阿妹家的腊肉的扣一，好不好？想要阿妹家的腊肉的扣个一，阿妹亲自给阿妹，要不别吃了吧，咱给他们上过去。想不想要？想要的扣个一，我看多少人想要。然后呢，阿妹你家腊肉还有多少呀？有呀，有是有，但是看直播间里面哥哥姐姐帅们太多了，我害怕给不到他们，到时候又跟那个吃醋一样。阿妹，你看那个阿姨有，我就没有这样。一视同仁。嗯。烧到黑，不是，方阿姨，就是黑了才好吃，真的。就是要烧过之后。你等一会儿，你刮掉它就是金黄，就不是黑的。你老黑。他这个烧完之后呢，他还要拿去洗，知道吧？要把他那黑色的那一层刮掉。刮掉，
但里面就是金黄金黄的，真的很好吃的。这个烧锅的腊肉是很好吃的。不是都给明哥吃的一样。如果在直播室外面大家也想吃的话，也可以给他给到大家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有些人的话吃不惯我们这边的腊肉。嗯，但是。那天我不是跟表哥一起吃吗？表哥我俩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腊肉，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嘛。有你们外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，他们喜欢吃那种风干的腊肉。阿妹表哥一会儿也要来吗？他说要来的，但是在路上是不是？对，现在都还没来呢。好，表哥在路上。好，表哥在路上的直播间。明妈妈来了吗？今天没有来直播间，说还没，今天没有来，因为我妈妈那边现在工作那些还没有做好，所以说要等一下，对不对？要把我妈妈那边思想工作给她，让我妈妈也接受这个事儿了，才能让她过来，要不然不行呀，对不对？直播间说还没，那不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们去使那个腊肉了啊。我给阿妹拿刀过去，阿妹家的腊肉，阿妹家的这个刀都是奥迪的，你们家那个腊肉都是，你们家这个刀都是奥迪的刀，什么奥迪的刀？哪叫奥迪呀？这四个圈就是奥迪呀。这，哦，这儿吗？嗯。品牌是奥迪。三四五个。五个。假的。多了一个是不是？挡住。哎呀，刘坤，那有机会的话，直播间帅们，他们大家都可以来到这边，让阿妹亲自给大家做一下。如果大家过不来的话，如果也可以私信一下阿妹，让阿妹给大家烧好了，这样烧好了皮，让他过。这是金黄金黄的。对，你看到没有，直播间帅们，看到没有？你们看一下这，他这上面是黑色的嘛？黑色对不对？黑色的这上面的话，然后呢，它烧过，然后把那些黑的去掉之后，就是金黄的，然后煮开之后就特别香，特别香，知道吗？吃，就很好吃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阿妹比去年漂亮开朗多了，是不是？那肯定呀，那肯定呀，对不对？现在的话，满面春光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春风得意，你看阿妹现在对不对？哎呀，真的是。你们别夸我。为什么不夸你呀？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呀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刚刚进来的直播间帅们，咱们把小赞赞点一下哦，好不好？下方小赞赞点一下，然后呢，帮小明点一下小赞赞。哎呀，我就把火烧一下。好。哎呀。刚刚进来的帅们，没给小明点关，就给小明点关注啊。哎呀，这一场柴火腊肉饭，欢迎大家，可以一整个煮，哎呀，他们不是一整个的煮的，他们是要把它切块煮。但是阿妹真的可以那个一整块的煮呀，阿妹煮不熟呀，时间太慢了。那就切吧，要不我来帮你切吧。直播间上面你们说我要不要去帮阿妹切呀？我要不要去帮阿妹切？对，这个火烧的很旺，然后呢也，刚刚有个阿姨说他们那边还在开空调，我们这边都还在穿羽绒服呢。可能还在烤火，你为什么不露你呢？可能时机还未到吧，因为阿妹我俩还没有走到那一步，等时机成熟了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小明自然会给大家露脸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的话，这个还不清不楚的，对不对？还不清不楚的，那不行。柴火炒菜挺香的，是不是？很香，真的。如果在农村里面吃惯了这种柴火炒菜的话，真的在大城市里面那些用电呀、用煤气、用气的那些都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感觉，没有那么香，知道吧？直播帅们，阿妹纯净漂亮可爱，农村女孩都很淳朴。对呀，我也觉得真的特别好。广东的直播间帅们，你们都来自哪里呀、你们都来自哪里？把你们的地区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？有人说来自广东，有没有来自？你们都来自哪里呀？让小明看一下你们都来自哪里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帅们，
哎呀，感觉这个雨又下起来了，雨又下起来了。又下雨了。嗯。深圳的啊，深圳。可能现在正处于雨季吧。对啊，我感觉今天这个雨，你看现在。之前我不知道还下冰雹呢。冰雹吗？对。我这两天看新闻，好像很多地方都要下冰雹哎。但是我们这个下的很小的，一小口。没那么大，是不是？对。还有在阿拉善的呀，洛阳、安徽，有没有上海的呀？有没有上海的、广西的？有没有直播间帅吗？没有给小明点关，就给小明点点关的直播间帅吗？然后呢，没有加粉丝灯牌的，咱们帮小明花个一分钱，然后呢加个粉丝灯牌。你们加了粉丝灯牌的话，我们就热度就会更高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直播就能上推荐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帅吗？就能让更多的人发现阿妹，喜欢阿妹，支持阿妹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帮小明，哎呀，我的手，你看，我的手都有点脏了。一块钱吗？一块钱还是一毛钱啊？我不知道。谢谢送的粉丝牌，谢谢平淡这个送的粉丝牌。那你还在吗？还在不在？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内蒙古还有内蒙古的啊，一毛钱应该是，我也觉得应该是一毛钱。哎呀，这样这个角度看阿妹，感觉你更美。真的假的？其实阿妹的话，360度无死角都美。看现在洗的金黄金黄的。看没有，直播间帅妹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死得金黄金黄的了。你说，哎，今天好想唱歌呀。你说你累了。问一下直播间的弟弟帅哥们，要不要听民歌来一首音乐？要不要？直播间帅哥们，阿妹扣个一。阿妹说要不要小明来一首歌的？要的扣个一。我先扣啊，我先扣一啊。你先扣一，你要听小明唱歌吗？不要。要还是不要？要。要还是不要呀？要。直播间上面要不要？都扣一啊。我想听。你想听？啊。哎呀。想听民歌唱歌的哥哥姐姐帅们都扣一。民歌唱首过火，哎呀，这肯定是自己人。今天不唱过火，今天唱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。这个不就是过火吗？你之前在经常听你唱这首歌。我好像比较对这首歌情有独钟。对这首歌情有独钟。他们有没有人扣一啊？有，满屏都是一。真的？嗯。哥哥姐姐们有多少人扣一？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想听民歌唱歌的。我也想听。反正我想听，我先带头扣一哈。那我就献丑了，直播间帅们啊，不好听的你们不好听的也要担待一下，也要说好听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。肯定好听啊！直播间帅们，不好听的你们也打个好听，好不好？啊？肯定好听。肯定好听还是不好听啊？好听。小明今天住在哪里？今天这个要看阿妹吧。问阿妹，我今天住哪里呀？住。你不是你经常不是跟我说你很羡慕我们家的猪吗？所以说要不今晚就跟我家那个老母猪凑合凑合。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这话真的，你居然……我问一下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明哥之前跟我说过，他说他很羡慕我们家的猪？记得的打个记得，我看一下多少叔叔阿姨是记得的。肯定记得呀，他们都不可能诓骗你的啊！你有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作证啊！他们那个你们家的猪天天能被你问，我肯定要羡慕呀。但是我又没说跟他们一起住。哦，我懂了，你就是那个猪。哎呦！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直播间帅们，你们觉得？他们都记得，你们都记得呀，你们都记得那个事儿呀。你看他们在打记得吧？对，你们都记得那个事儿呀。哎呀，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他们，我的家人，他们都记性都很好的。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那我这歌还是唱还是不唱呀？直播间帅们，我这歌唱还是不唱呀？肯定唱呀，是不是？谢谢宁静致远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姐姐，谢谢阿姨，
谢谢直播间所有的帅们，来直播间帅们，咱们能不能一人分一分钱，一毛钱，一人花一毛钱帮小明加个粉丝灯牌，亮个粉丝灯牌。所有亮了粉丝灯牌的，这前面打字的时候，这公屏上面看到没有，都有一个名字，有一个五角星，黄色的五角星，就说明你加了咱们的粉丝灯牌。你加了咱们的粉丝灯牌的话，阿妹以后直播你们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帅们，好，好好的，帮小明加个粉丝灯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小明，你要给阿妹求婚成功了吗？现在。